哎，那个几位老总，你们买早啊？来，请坐。哪儿吃啊？尊明，祁阳城八路情报站负责人，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一会儿你和八路接头，只要你咳嗽一声，让我们知道。 剩下的事儿我们做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看见没有，那个杂货铺就是我们的交通站，有监视在。说明情况一切正常。到点了。哎哎哎！快追！别过来！屋里有埋伏！ 宝贝儿，今天来贵客了，这回油水可大着了，知道吗？给我保重，听见没有？孙明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，才做出这个牺牲的。这说明，交通站的同志是好同志。 昨儿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昨儿也没看见你啊！让开！快点！快闪开！让开！快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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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跑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去了？
关门打烊了啊！别，师傅，帮帮忙！太君，队长没有。太君。 太君，去查山上，走。师父，谢谢。 十岁，我也跟你们一块去打鬼子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干什么呀？诈尸啊！八路军进城了。谁说的？不要瞎说啊！满街都是皇军、皇协军，他们都是吃干饭的。真的，小野司令部让八路军给炸了，现在正搜城呢。真的？啊！哟，赶紧关门，关门！哎哎。